又回来老地方了，我家门口的商场去吃一个铁板烧，又买了点面包蛋糕，然后有个芋泥铜锣烧，感觉很爽的样子，里面有墨奇，最喜欢墨奇。现在排队等号码，它的豪华三人套餐398，就是400块人民币。铁板烧也是到了店，然后上大众点评去买这个套餐，然后坐下之后给他二维码，他扫一下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开始啦，铁板烧师傅来了。这是我们点的一个炒饭，然后娃娃培根娃娃菜，雪花梅肉，梅肉是猪肉，一个鱼，一个虾，一个鱿鱼，两个牛排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座位，就是这个店的环境，一共四个师傅在这里铁板烧。太爽了，这是一个人的套餐。鸡肉，我们没有点鸡肉，应该是隔壁的。看来他这个套餐上的菜全部都是我们喜欢的。这是我们的，对对对，哦，拍一下。这些食材都是我们的，这里全部都是啊。后面还有。哦，但是量很大的。哇，太爽了！这个滋滋滋滋的，就在我面前。咋熬的？啊？哇，这个虾上面放的色拉酱，美乃滋。生蚝上面是蒜泥，好了，点一个水，因为我点的套餐里没有水，点一个青岛纯生12块，点完了，哇，肉都快好了，那个是豆腐吧，那边那个，他怎么给钱呀？他这个好像，哦，联系服务员付款，到时候联系服务员。爽吗？看着它，好，我们的好了。师傅，这个是什么呀？雪花梅肉。雪花梅肉，嗯、吃了，妈妈吃了，好了，这是雪花梅肉。我能点个这个胡椒盐嘛？好了，
蘸点辣椒，雪花梅肉。哇，油滋滋冒烟的，都叫雪花了，就说明油水很大。哇，那边也着火了，不是着火了，那边也喷火了。我师傅，我等你喷火。嗯，哇，后面有喷火。哦。嫩很嫩，虽然没有到入口即化，可是也是很嫩的，外面焦香。你看呀，我夹给我妈妈，帮她蘸点盐。对对对，要打开吗？要打开的，有冰块吗？哦，没有冰块。啤酒来了，然后我再问她要多一个杯子。哎，好，谢谢你，给我把杯子。在摆盘，哎，一下下时间就差不多要关火了。那洋葱呢？你要切洋葱？嗯，直接拿过去嘛，我拿你的那。喜欢吃洋葱，来，正好呢，洋葱拿过去，就整个盘子拿过去，洋葱洗不大起来。它洋葱也是好吃的。洋葱好吃。哇，这个虾上面放虾子了，放鱼子了。嗯，对啊，他三人套餐嘛。哎，谢谢。哇，虾好。正好三个一人一个嘛，三人套餐。好热。热，当然热了。可以，谢谢。纸巾。肯定热，刚刚做好的嘛。老酷，让妈妈酷。那你要把钱，你要把钱收。嗯。这辣虾。嗯。虾好吃。好吃。哇，你看。铁板煎的虾上面放上色拉酱，再放上鱼子，一批弄完之后，然后清理一下台面，然后再来下一批，再倒点啤酒，太爽了！铁板烧配啤酒，好了，这个是雪花小牛排。多诱人呀，你看还有血，哎，很嫩的，还有血水，我妈讲一看就很嫩。你要再给胡椒盐，我都点点胡椒盐。拿一个小的，嗯，好吃。这个是菲力牛排了。嗯，
坐等它喷火。师傅讲这个菲力牛排可以帮我们表演个喷火，喷火前要装备好，喷火前要先装备好。来了啊，要来了，装备都准备好了，要开始喷火了。后面稍微靠一下。啊，喷火表演。因为它火大，有点热。嗯。哦。哇！爽！热是真的热，但是也是爽，好看。哦。好，可以了。爽，可以了，谢谢师傅。这两块牛排经过火烤之后，外皮已经焦黄了。师傅要开始切了，哇，很艳。然后每一块在表面再煎一下。好了，哇，爽，感觉就很好吃。是隔壁做的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，哇，这个太爽了。你们自己看爽不爽，拿一块起来给你们看，外皮焦脆，里面是超级嫩的，爽啊。给我妈一看，哎，要的。师傅还在煎个蛋给后面的客人，这比刚刚那个好吃。这个好吃，这个看着就好吃。师傅还要照顾后面这桌客人。那个桌子很，还有嚼劲，一口下去还爆汁，那个牛肉的香味。这个是西排要做很久，从一开始就放在上面，是煎到焦焦的表皮，然后才开始煎。还有配菜，那你在马来西亚就是一直吃这个鸡的呀？对啊，西班牙皮就是这个鸡的。它有配菜，它的配菜是洋葱、青椒跟红椒，大白菜跟那个豆芽比较少。这边鸡肉就跟马来西亚差不多了，还是牛肉爽，炒完就像一盘菜一样。不止，后面还有炒饭、娃娃菜，还有那个鱼，然后还有鱿鱼。这是雪花梅肉还没上？上了呀，一开始第一个，第一个是雪花梅肉。还有鱿鱼跟一个什么蝶鱼，跟炒饭，这是伊拉克鸡，这边的个鸡。我老公说他第一次吃铁板烧没有配白饭，这边是可以吃肉吃到饱。因为我怕给你们等一下全部炒的菜的话，等一下吃的话全部凉掉了。等你们吃完一个菜，我给你们放一个。哦。保证它最热的。现在鱿鱼了，铁板鱿鱼。鱿鱼有配菜啊？没有，那个配菜是那个娃娃菜是那个培根的。
是两份的，这个隔壁也是有鱿鱼。哦，走。鱿鱼速度很快，一下就好了。很香哎，很像那种马路边的铁板鱿鱼的味道，啊，就是那个味道，马路边的。你没吃过，你在泰国有吃过，记得吗？那个味道，铁板鱿鱼的。我老公没有吃过上海的那个铁板鱿鱼的味道，就是那个味道，香啊，太爽了。对啊，就跟那个泰国一串一串的那个一样味道，不辣的，甜甜的。哇，这个是隔壁的，隔壁也点了很多，这是我们的，可以，谢谢。爽啊！我最爱它的醋丝，我最爱的就是鱿鱼的醋丝了，它这一盘都是鱿鱼的醋丝，鱿鱼小饺，爽吗？让我老公夹了筷子，一筷子一筷子夹给我妈妈。嗯，完了，你想。吃鱿鱼圈比较多，上海都是吃那个醋须比较多，鱿鱼须。我觉得鱿鱼须好吃。嗯，现在开始炒饭了。洋葱、青椒，哎，浓浓，那本子那股气浓，我妈喜欢吃，哎，本子骨那浓，因为洋葱吃了起来，我妈比较，她喜欢吃洋葱、青椒，喜欢吃菜，剩下一娃娃菜。青椒一百钱了，那得，哎，青椒一百钱，那他妈。你不吃青椒的呀？乔治还在睡觉，还没睡醒。炒饭的配菜，你要喝吗？老总要，老总都拿过来了，是吧？没有你老总要。不用，好用。有一个娃娃菜也可以。嗯，培根娃娃菜，洋葱，哦，后面又放火了。那个饭已经在跳舞了，看到吗？一粒一粒的，在铁板上跳着舞。那米饭在跳舞了，炒饭快炒好了，感觉很好吃啊，这个炒饭。这个最多也就做三人套餐，你要做个四人五人套餐不好吃，不方便，手伸不到那么远，对吧？来啦，我们的炒饭，牛肉炒饭，哦，饭都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。看，还有碗，对哦，刚刚就在想没有碗。我老公盛饭，一人一碗喽。是我们的培根娃娃菜，娃娃菜也是有配菜的。
去盖一下，撒点油。撒点水。炒饭好吃。炒饭好吃啊，我老公讲炒饭很好吃哦。这炒饭看着就很好吃啊，一粒一粒。这个培根娃娃菜之后呢，就还有一个鱼就没有了，看这个炒饭。爽啊。你可以中午过来只点一个炒饭的也很爽啊，再配一个肉就更爽了。蔬菜跟鱿鱼一样速度很快，它是基本上是做完一个再做另一个，因为怕全部一起做完会冷掉。上海这边现在还是冬天，我们的蔬菜好了，培根娃娃菜，哎，切好了呢，能回去切菜了。切呀切，切加多一份。切白，咱们最后一个鱼了。你做完啥了？我自己分。这个叫什么鱼啊？这个是野鱼，野鱼不是魔鬼鱼吗？鲶鱼这个鱼的摆盘鱼应该煎一下很快的吧，炒饭光盘了，哎呦，这个脏了，鱼好了。老师说聊了一下，他说他是厨师长啊，这次运气好，吃到厨师长做的。全部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回家啦！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啦，记得点赞订阅哦。我们这一桌的客人全部都走完了。饭后甜品，买个 DQ。哎呀，好可爱呀，兔年的兔子。